东南西山三五度回，钱塘自古繁华，烟柳花桥风帘翠幕，沉思是万人云舒绕堤上，刀卷霜雪，天间无涯，是泪珠尽未落尽，心好生。许顺清，听说你收藏了一把太阿剑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！还说没有？整个钱塘都知道这事儿了，快从实招来！我不知道这事儿啊！哎，你谁呀、啊？我是皇上钦点的状元，我喊了，救命啊！喊呢？喊呢？我喊吗？这事儿多半是你那个干爹干的事儿，你这个傻样还懂得太阿剑？我今天只是教训教训你，别在钱塘那么猖狂。你给我听着，以后不许踏进钱塘半步。行了，你走吧。记住没有？狗东西！殿下，嗯，大佛寺人去楼空了。哦，什么？那几个和尚呢？只剩下一两个小和尚，其他人都不见了。柳姨呢？她有没有失踪？柳姨倒是没什么变化，和往常一样。哼，看来他们真的是要有所动作。本宫要亲自拜访一下柳姨才是。对了，昨晚徐顺清被劫持，痛打了一顿，今天一早回了汴京。谁的人这么大胆子？从武功的路数来看，应该是慧通和尚。好，柳姨的人教训了徐顺清，九贤王是不会轻易罢休的。这样一来，本宫正好坐山观虎斗。春海啊，从明天起，咱们哪儿都不去了，就坐在这儿等九贤王来。好。干爹，干爹，孩儿被人羞辱了。哎，堂堂一个钦点状元，怎么随便下跪？
起来说话。是。哎，你不在钱塘好好办事，跑回来干什么？干爹，钱塘那伙人将我裸去，痛打了一顿，还点了我哑穴。他们逼我连夜离开钱塘，我是被他们逼走的。干爹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那人就是道界的贼和尚。他们竟如此猖狂，他们还逼我发誓，再不踏上钱塘半步。干爹，他们这是不给您面子啊！啊，好了好了，你先下去休息吧。我这，去。五十位，啊，殿下，太阿古剑进展如何？属下猜想柳姨想买，看来是向本王开战。好，到钱塘走一趟。韩真，在。你替本王安排赈灾的钱粮，我去一趟钱塘。殿下何日启程？明日。是。怎么？是是，明日定当准备妥当。老爷，老爷，汴京有您的信。九贤王这么快就来了钱塘。这样就来不及举事了。对，先敲高攀龙一把。柳林在，北郊。是。哎呦，柳大人呐，有什么话不能明天再说呀？难道你不知道九贤王明天就到了吗？当然知道，不过这件事情再不说就晚了。好好好，高某人洗耳恭听。嗯，哎，这怎么在你那儿啊？这个不重要，高大人手上的只是本大人早晨练笔的习作，还请高大人雅正。柳大人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，只要我高某人力所能及，这事儿我绝不含糊。高大人，赈灾的粮款你也敢私吞，这可是要掉脑袋的。你想怎么样？刘某现在手头紧得很呢，想要多少？全要。那笔钱我早就送光了，我到哪儿再去给你找啊？那就全看高大人的本事了。哎呀，高某人一时拿不出那么多。嗯，好吧，我这有一张打算孝敬九贤王的十万两银票，立刻派人送到你的府上，行了吧？高大人爽快。柳姨告辞。殿下，马上就到了。胡师爷。通知钱塘大小官员，别让他们等得心焦。啊，对，另外让他们张贴榜文，钦差奉皇上旨意放粮赈灾，让钱塘的老百姓早日定心。去吧。哎，殿下真是体恤民情，对百姓更是关爱有加呀。哎呦，九王爷，您一路上辛苦了。下官未能远迎，是为了给殿下准备钦差别院。好，有劳高大人费心了。下官已经差人准备好了酒菜，一会儿为殿下接风洗尘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叫上柳姨父子二人前来。哦，下官遵命。哎，大老爷！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大老爷，大老爷，
行行好吧，我们饿得不行了，我们的粮食马上就要收了，可是呢就遇到了蝗灾，被那蝗虫吃的是一干二净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，求你行行好。现在还没到收获的季节，怎么去年你们就没留下余粮吗？老爷您不知道啊，以前每年都有点余粮，可是这两年一下子税粮多了许多，一年接不上一年呢，我们就指望着这田里头。哎，再说去年也遭了蝗灾啊。怎么这两年利税一下子重了？哎，我们哪知道啊，这是上面老爷说的，以前的税利是8钱，现在是1两半银子，原来每年纳粮1担，现在是1担8，听说还有增加。有这等事？你们是什么地方的人？云航县的。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通判刘大人赏钱给你们了啊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哎呀，赏钱了。哎呀，赏钱，老爷。你们几个听着，我们走了再给我拿回来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是。九贤王殿下位极人臣，却不辞辛劳，上为皇上分忧，下为百姓解难，千里迢迢亲自押送粮款赈济灾民，实乃我钱塘百姓之福啊！来来来，我们敬殿下一杯。哪里哪里，这是本王应该做的。殿下，这是江南笋馔中最负盛名的一道菜，叫边笋。不错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诸位常居钱塘之地，真是大饱口福啊。大人，钱塘这东南一隅，哪敢与京城相比呀？非也。东南行胜，三吴都会。钱塘自古繁华，烟柳画桥，丰年翠木。参差10万人家。好词，好词，柳公子不愧是才名誉满钱塘。哎呀，你的这一首啊《望海潮》，这是写尽了钱塘的繁华富庶，不敢说是后无来者，但确实是前无古人呐。九贤王殿下谬赞，晚生不甚惶恐。本王今天高兴，愿与柳公子联对以助九姓，如何？晚生敢不从命。我们今天暂且抛开那些繁文缛节，不讲名分，只斗才智。柳公子不要过谦呢，对不上来或是对得不工整，就要罚酒3杯，请高大人监督，把酒倒上。大人请。谢。散。哎，你这风马牛不相及呀、柳世侄，这3杯当饮呐。这谢取其横行，散却卓然独立，这般工整好对，高大人何以？好，的确对得好。我再出一题。天作棋盘星作子，谁人敢下？地作琵琶路作弦，哪个能弹？莫大口小齿轮轮，吞粗出细，秤直钩弯成朗朗，知重识轻。果然不输七步之才。那老夫再出一联。才能即变，何须畏？学不移民枉为官。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，与木贼草寇战百合，悬赴回朝，不愧将军国老。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，比牡丹芍药胜5倍，从容出阁，宛若云母天仙。鹦鹉能言，命比凤；蜘蛛虽巧，不如蚕。色难。这个。容易啊，看来还是殿下技高一筹。柳公子3杯酒该喝了吧？晚生不是已经对上了吗？你只说了一句容易，没有对呀。容易对色难呢？好，
小犬无知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，谁为犬能欺得虎，焉知鱼不化为龙。门外马嘶，想必腹中少料，堂前犬吠，肯定目内无珠。三遍不得无礼。二员断木深山中，问猴子也敢对句。哎，三遍，对不上来就喝酒吧。一马陷足污泥内，看畜生怎样出题。三遍，还不给九贤王赔礼。殿下，小的轻狂，口不择言，冲撞冒犯之处，还望殿下海涵。这三杯酒，小人自罚了，以此向殿下赔个不是。实在是后生可畏啊！这连句作对，本是一时游戏啊，哪来的什么冒犯之说？来来来，我接高大人的东道，敬大家几杯啊！请请请！哎，也不知道大哥这几天怎么了，我怀疑他是不是得了疑心病了。一会儿怀疑他不是他爹生的，一会儿又怀疑他爹那10万两银票是从哪儿来的，真搞不懂他在想什么。难道大哥的身世真有什么隐情？具体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，但看到大哥闷闷不乐的样子，我真为他担心。臭柳条子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啊！你们今天都怎么了？还不是那个臭柳条子。我呢，看他闷在屋里面，好心叫他出来玩，没想到被他骂了一顿，还把我赶出来了，气死我了！真是好心没好报。我真是没办法了。哎，我也不知道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情能让大哥高兴起来。哼，他呀，叫他见到那个畜生就高兴了。哎哎，虫虫，咱们带他去见畜生。可是干爹不让他出门啊。哎呀，这个简单。楚楚叫到这儿来不就行了吗？哎，好主意啊。是吗？不过这个可都得靠虫虫。虫虫？靠我？为什么？我不干。虫虫，我就是不干嘛。哎呀，为什么柳条子的快乐总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呢？姑娘吧，是啊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只是想知道，你到底什么地方把那些男人给迷住了？你，爷爷，爷爷，别喊了，是我，虫虫大侠，不跟你玩了。原来是你呀，你来白玉楼干什么？告诉你吧。你的心上人快要病死了，我是好心来告诉你的。怎么样，跟我走吧。什么？你说三遍病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你见了他不就知道了吗？你走不走啊？可是我答应妈妈不再见三遍。哎呀天哪，我做了那么大的牺牲，最后还是失败了，哼，气死我了。算了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？就算我想去，妈妈也不让啊。说到底还是想去嘛。这样吧，我帮你，跟我走吧。楚楚啊，楚楚啊，周公子专程来看你来了。妈妈，周公子里边请。楚楚啊，好好伺候周公子。是。
楚楚啊，想死我了。周公子，楚楚有礼了。哟，别那么客气，来，让我抱一抱。我才不对你客气呢。现在你终于看到我重重大侠的厉害了吧？哼，走。门没锁，要进就进来吧。消愁去，喝酒。我想拥你入怀，静静地看着你入睡。竹里危楼风细细，望极春愁，暗暗生天机。楚楚，剑宽终不悔。为伊消得人人憔悴。少爷，老爷让你上书房去一趟。三遍，我不想你走。楚楚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我会保护你一生一世。嗯，我马上去。什么事啊？大哥，你先开门再说。我去去就来。干爹，大哥，干爹叫你过去，怎么办？坤弟，帮我拖延一下，我打算带楚楚离开这里。大哥，你要带楚楚走。对，我们一起走。杜公子，你一定要帮我们。
我在这里根本没有容身之地。好，我答应你们，走吧。是卧州禅院，大佛寺是我爹的地盘，断不能去。卧州禅院地处深山，人烟罕至，我们去那里借住一段时间。我听你的。我记得卧州禅院乃清修之地，怎么多了这么多穿战甲拿兵器的人？哈，柳师兄，师父师叔都在里边呢。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？小和尚刚入大佛寺之时，每日只能扫扫山门，而且大师兄很快就下山了，自然不认识我。而我呢，却认识大师兄。大师兄，您真的很有名啊。什么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乃南唐后主啊。此事还有谁知道？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所有的师兄弟都知道了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大家苦练武功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协助大师兄夺回江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直没有人告诉我？啊！师父，师父！怎么会是南唐后主呢？我们马上要和宋贼兵戎相见了，为了我们后主的基业，全部都得上阵，而且要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复我唐朝，还我河山！复我唐朝！还我河山！复我唐朝！还我河山！复我唐朝！还我河山！主上，参见主上！参见主上！什么？
为什么？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，跟我来。40年来，依臣谨小慎微，夙夜难安，生怕有半点闪失，又负我主愿望。现在他长大了，神容与我主极为相似，文采直追主公，祈求我主在天之灵，保佑他成就自己的事业。爹，这是。三扁，你现在长大了。有些事情我得告诉你了，来，过来。40年前，宋军10万大军侵袭南唐，一路势如破竹，很快金陵告急。后主以使到汴京求和，为了给后主留存一股血脉，后主的两大贴身侍卫张朝英和李成济。就把才2岁的太子秘密带走，隐藏在福建深山之中，一躲就是20年。太子在山中娶妻生子，没想到太宗皇帝闻风追杀，情况危急。此时正是我3儿刘永出生，我便把永儿和太子的小王爷换了，太子由张李二人保护脱逃，太子被藏，永儿被抓。太子忧郁而终，时年22岁。张朝英就是你师父慧通大师，而李成济就是你师叔慧能大师。你真实的身份是太子。哎，爹，你这不是折杀孩儿吗？快起来，爹。您为了孩儿我，含辛茹苦，忍辱负重，受了多大的委屈啊，爹！今天告诉你的一切，一个字都不要泄露，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。如今，我和你师父、你的师叔，还有王大人，准备再次谋事。谋事？难道爹打算……爹不会逼你。你自己慢慢想清楚。原本今晚约定张大人等人一同起事，你突然半路杀出，是我们改变了计划。哎，人算不如天算，来日方长。爹，生父葬于福建武夷山天柱峰，带你回老家时，爹带你一同去祭奠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看他哭得这么伤心，估计也吃不下去。是。
不来了呀？怎么来呀？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就是这个怎么来？不是啊，下去。哎呦，这怎么着呀？就是啊。哎，妈妈来了，活不活的？怎么了？都跟霜打的茄子似的，小三儿啊！妈妈，自从楚楚姑娘出去了几日，客人都不来了，这其他姑娘的熟客也来的少了。哎呦，咱们白玉楼开张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，瞧你们这点出息！有客人的时候高兴，没客人的时候也得该玩得玩，该闹得闹啊！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该拿家伙的拿家伙，没家伙的先给我润润嗓子。哎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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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哎，嗯，哎呦，今天你们也给妈妈弹一曲，我也看看你们这些日子有没有长进。妈妈想听什么？啊，前一段柳公子那曲《望海潮》挺火的，就弹这个吧。这，妈妈。楚楚刚回来，我看就别弹这个了，他会伤心的，弹个别的吧。不，我就要听这个。不但你来唱，还要大家一起唱。继续唱啊！给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唱清楚了，都给我好好唱。起那个柳三变吧，他不过是咱们南唐降臣之后，你贵为公主，应该选择当朝皇子，才能实现复国的目的。我不想复国，我只想和三变在一起。楚楚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妈妈，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们吧，我不想干了。楚楚啊，皇子有什么不好？英俊潇洒，一朝继位那就是皇上，你就是皇后啊。哎，你控制了皇子，那就是控制了天下，那天下不又回到我们李氏手中了吗？好了，妈妈，我知道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楚楚啊，妈妈，我答应你还不行吗？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。好好好，那我的话你可记住了。三变，看来今生你我无缘了。
这位官人，请留步。你想干什么？这位壮士尊姓大名，不必那么多礼，我是来送信的。九仙王，熟吗？作为前朝遗臣，对太阿古剑之事也略知一二，但不知这剑如何落在殿下手中。这剑怎么落到我的手中，我想太傅就不必知道详情了。今天请太傅来是要打听一件事。九仙王请讲。本王听说这宝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秘密，你知道吗？下官才疏学浅，并无所闻。太傅，明人不做暗事，有些话呢，我也不与你说清楚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不然前日里抓高攀龙，也许日后轮到高攀龙抓你也未必啊。所谓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九贤王如要误会下官的话，下官也只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了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希望。好好考虑一下吧。啊，不说这个了。请喝茶。请。今日刘某断案失误，有负皇恩，明日难免有牢狱之灾。刘林啊，你带的人跟随我多年，刘某感激不尽。老爷平日对我们不薄，他们都说要跟老爷生死一起。刘林啊，你就回福建老家去，我那里还有几亩地，你也把夫人送回去，暂时避一避。老爷，你是老爷。爹，你这是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我不想这样，所以遣散了所有的家人。我刚才跟你说的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来日方长，三爹，爹等着你。爹，三爹，你都看到了，煌煌大宋法典竟被这些奸佞小人颠覆于股掌。哎，爹，不如我今夜潜入行辕。你杀掉他一个，还会出来很多。像高攀龙、贾文斌等人，有朝一日会比九仙王有过之而无不及呀！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哦，我这里有封信，你去交给你的师父和师叔。如果出城的时候有人阻挡，格杀勿论。是，事不宜迟，你带杜宽等人马上就走，越快越好。那你呢，爹？孩儿不走。我留在这里陪你。听话，快走，趁他们还没有发现。你走了，他们反而不敢对我下毒手。寒蝉凄切，长亭晚舟欲出仙，独门照影无虚，
手相看泪眼，金屋与你言。念去去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，暮霭沉沉处天阔。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那堪冷落清秋间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剑中风情歌与何人说，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